爱中无用，新的大爱真是丰富，真是无法测量。你这世间，只有母亲的爱最接近神的爱。神为了予咱有法通伫亲人的心顶领受伊的爱，伊将母亲赐予了阮，所以伟大的母爱乃是神所赐，为了予咱通过领受母亲的爱，进而认识神的爱。在地的妇人，谁想有法得到呢？伊的价值超过所有的珠宝，伊丈夫的心内依靠伊，必不缺乏利益。伊一生的日子，和丈夫无益无损。箴言31:10-12，每日的金句。做家里的，就在主内面顺从恁的父母，因为这是正当的。爱友好父母，互你相通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大应付的诫命。以弗所书6:1-3，今日神讲，你爱互父母欢喜，互生你的快乐。箴言23:25，金玉良言，做家里的爱凡事顺从父母，因为这在主内面是可欢喜的。哥罗西3:20。